爹、娘、女儿以后就不能随时伴在父母左右了。芊芊，天族的规矩繁琐，你可都背熟了。嗯。以后啊，你可要收起脾气了。好了，你且忍忍吧，吉时已到，外面的客人还等着呢。接圣谕。青丘狐族白浅，书慎性诚，前功中馈，娴雅端庄，一见长秋。以奉宗族。今与我神族太子夜华，凤九姐姐，结连理。实乃两族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凤九姐姐，你要去哪里啊？我去办个正事。没人跟阿丽玩，阿丽要跟着凤九姐姐。望日后亲属兼威。那你不许说出去啊！走。玉星昌运，正位天宫，宜应盛典。谢天君。李成，送新娘上花轿。凤九姐姐，你为什么要跑出来呀？因为我不喜欢那种严肃又无聊的场合呀。不会是因为有你不喜欢的人在吧？你个小孩问那么多干嘛？那就是有凤九姐姐喜欢的人在。你小大人一个。凤九姐姐，咱们回去吧，我怕待会儿娘亲找不到我，该着急了。放心吧，你娘亲现在可顾不上你，我们一会儿跟上队伍便是了。那好吧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走吧。好。